手快好视力，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各路看官，到了我们今天的高手拆招的环节了。首先还是热情掌声欢迎八级名家吴大伟吴老师。哎，主持人好。好，大伟今天跟我们分享什么样的八级的技法？今天我给大家讲解的是脱枪式。脱枪式这个招式看似简单，实则蕴含了深厚的八级功底。当对方出拳进攻我方时，我方应顺势含胸拔背，从而化解对方力道。之后我方应迅速压住对方进攻手，同时上步埋住对方腿，把对方控制在我方范围之内，然后肘部发力把对方击倒。对方打我的时候，第一步需要一个含胸，然后激进的啊收这个脱枪式要撒夹相照啊。什么叫撒夹相照？就是收我的收和臂尖儿还有足尖儿要都互相撒夹相照，单肩相照。对，哦，然后埋住对方腿部啊，击往里。哎呦，再一次热情掌声送给我们的吴大伟和配合的选手李学宁，谢谢二位，谢谢。